些个笔记所记载的，说敦煌跟他的朋友常无咎他们所赞美的，说刘永的词发生甘州的这几句是不减唐人高处，是非常有眼光非常有见解的。就是刘永，我说过他是从闺房之中走出来写邓山临水的秋事一感的。这首词在我们的这个教材啊，发生甘州，对，萧萧暮雨洒浆浆，一番洗清秋，见朔风凄紧，冠河冷落是残照当楼，是处湖水翠溅，是冉冉雾化醒，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渺是归思难收，叹念来踪迹是何事苦咽流，想家人壮偶容望几回，天际是贵州，争知我一览感触是朕任领谋。我曾经几次的谈到说我曾经写过一组论词的绝句，就是说用绝句的形式来评论唐宋的名家的诗词，这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马上要出版的一本书，叫做《临溪词说》，是我和四川大学一位老教授妙月先生一同合写的。这个书的题目是《临溪词说》，我们这个书的体例就是前面是论词的绝句，而每一个绝句都附有一篇论文。我所担任的是转写论刘永的词，我还担任了转写很多人的词，温伟、冯李、钟嘱、晏殊、欧阳修、刘永、苏东坡、秦观、周邦彦、还有南宋的一些个作者，这几个人都是我写的。在我写刘永的词里面，我曾经有这样的几句诗，就讲李素过屯田，能写贝丘的性相言，不见唐人高处在，萧萧暮雨洒浆浆，就是讲刘永的这点成就的。说秀江俗里就过屯田，我们不要总是一提起刘永就说他是俗啊，说是这刘永词太浅俗了，我们不要从这种沉浸。刚才我们引侯青露说的，说人多是说柳七青的词是俗，说非也，不是全然如此的。你要对于刘永的词分别两面来看待。我们讲刘永介绍的时候已经说了，刘永喜欢这个俗曲的音乐和歌词，他常常是为乐工歌女而转写的歌词，他的那个歌词不一定写他自己的情志，不一定写他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而是为歌女写的歌词，而他为那些歌女写的歌词，那些个歌女是市井之间的歌女，跟燕小山、燕姬道所写的达官显宦家里边所养的歌女身份还是不同的，所以他有俗礼的这一面，因为他是为市井的乐工歌女而写的歌词，这是他的一类，但是他不都是如此的，他有的时候是写他自己的情意的，写他自己的秋事一感，写他的坎岭失志，众生落拓不得志的悲哀跟悲秋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那才真正代表刘永的成就，代表刘永的特色。所以我说秀江俗里就过屯田，因为他能写悲秋的性相也，他能够写出来我们悲秋的传统啊，悲秋而且是性相，有那么开阔广远的形象，有那么性，有那样的真切的生动的活泼的感发
能写被求性相言，而且写的质量美，能写被求性相言，不减唐人的高处在，说的他的词的好处，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像什么？像笑笑暮雨洒江天，就像这首八声甘州是大家共同赞美的。其实他写悲秋的性相不只是八声甘州的这一首词，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他的玉蝴蝶，他的曲玉馆，他的雪梅香，有有多少词都是写的悲秋，都是写的登山临水，都是写的登高望远，他喜欢写高处，从高处的登高望远，所以才写出来开阔博大的形象。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只能比较仔细的看这一首，别的词来不及仔细看，但是我们简单的介绍过了。他说对，笑笑暮雨洒江天，是一番喜庆秋。你看头一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八个字的长句。八个字的长句，我几次说到，你要读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他那个读的时候的音节顿挫，它的句式虽然是八个字双数的字数，但是单式的句子，对头一个字要停下来，对笑笑暮雨洒江天，而且连下来一番喜清秋，这我们就讲要讲到柳永词的另外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其实柳永词要花一点时间来讲，因为他对于词无论在形式和内容都是有开拓，而且对后来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的。就是说柳永的铺陈，你从那么短小的调子要写这么长的调子，所以你就要注意到这词里边它有时候要用一个领字，这就叫做领字，用一个带领的字带出来一个段落，一段一段的向前铺展，所以他才能够敷衍成这样长篇的慢词，是对笑笑暮雨洒江天，就一番喜清秋。下边他说借上风七景灌河冷落，是残照当楼，头一个字的对字是一个领字，后边的见字又贯穿下来一大排的句子，借上风七景灌河冷落，是残照当楼，注意他这些个句法。现在我们来讲他的感发，柳永就用，你还要提到另外一点值得注意，他不但写秋天，他不但写日暮，柳永更妙的一点，他写雨，写雨后，他常常写雨后。我们上次所念的他这个凤归园就在八声甘州底下，向深秋雨爽气素西郊，是说下雨之后，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淡，听懒悄悄目送秋光，是雨收云淡。因为所谓性相，性是一种感发，什么引起你的感发？朱龙的诗品说的气质动物是物质感人呢，是阴阳之气感动了万物，而万物的景色的变动就感动了我们人的内心。晴雨阴晴，这正是大自然的一种变化，春秋的节序，大自然的一幅变化，日暮黄昏的太阳的沉默，大自然的一份变化，所以是秋天，是日暮，是雨后，这些个引起他的兴发和感动，是对，这是笑笑暮雨洒江天。我上次也讲过，说是邝周瑜、邝会芬的词话说，无关风雨无览江山，正是无关风雨无览江山，是风雨之后的江山，常觉是风雨江山之外别有动物新宅，除了风雨
与江山的现实的景色以外，使这些个景色感动了我的内心。刘永所写出来，正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性向的气质动物无知感人的感发的传统。对笑笑暮月是洒将听一番喜庆听，写得很好，景物的变化。因为是鱼，所以说是洗，好像是鱼冲刷过了，鱼冲洗过了。是秋天了，所以是洗清秋。经过一番雨的冲洗，那秋天的景色就显得更加萧瑟凄凉了一番，又是一次。我们北京，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常听长辈们说，让我们加衣裳。小孩子有时候都不喜欢穿衣服，就跟我女儿小时候，或者我外孙女现在小时候，两个穿衣服，她不要不要，她要去玩。老大人就说了，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了，你得穿衣服。一场秋雨一场寒，每下过一次秋雨，那景物就更有一番萧瑟凄凉的情味，随着笑笑暮雨洒江天，就一番喜庆庆，又更是一次的冲洗，更显出来秋色的凄凉。所以就见上文七节顿和冷落是参照的，所以我就发现一场一场的秋雨过后，霜风下经霜以后的寒风，一天比一天更加凄凉了，更加紧，是更加强烈了。那寒风更加强烈了，介绍我们七节观和冷落。观是山上的观塞，河中的流水，观河都冷落了。所有的草木啊，山边水崖，山边水畔，花草都零落了，是观河写的这样的气情冷落。而今天是参照丹楼，我是站在高楼上，我面对的是落日的星。那种时节的消逝的悲哀，冉冉光阴的消逝的悲哀，参照当本。世处湖水翠涧，是冉冉物化秀。世处词里面常常用的，像刘永的那首通俗的词《定风波》，自春来惨绿重红，芳心世事可可。前面是一个是不是的是。事事加在一起就是每一件事情，事处加在一起就是每一个处所。事处湖水翠涧，每一个地方红色的花顶，每一个地方翠绿的叶子飘零。事处湖水翠涧，到处的花木都凋零了。事处湖水翠涧，是冉冉的物华行，冉冉是慢慢的移动，华万物的芳华，草木万物所有的芳华的美好的修度过去了。是出湖水翠涧，是冉冉物华行，唯有长江水是无与东流。宇宙之间有什么是不改变的？所有的有生命的都改变了。他说不改变的是唯有现在楼头的流水，楼前的流水，唯有这个流水是无与东流，它是默默的一句话都没有的，不断的向东流去。唯有长江水是无与东流。好，你看他这里说，前面所写的都是无常。对笑笑暮雨洒江天，一番喜清秋。见上本七节观河冷落是参照当楼。事处湖水翠涧，一个总结是冉冉的化学。都在转变之中，光影形色一切都在转变。有一个不变的是唯有长江水是无与东流，这个是不变的，只有长江水没有改变。可是这个不变的代表的是什么？唯有这个长江水无与东流的这个不变是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常世，代表的是常世无悔。
长江水永远向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实，就是长逝无回的，是永存的真实。王国维写过两句词，他说人间是世事总无凭，但除却无凭两字。他说人间世事都是难以凭据，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王国维，我曾经写过很厚的一本书《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我分析了王国维所生的时代，我分析了王国维的他自己的个性，我分析了王国维他学术的路径的转变，我分析了王国维为什么自沉在颐和园的鱼藻轩前的池水之中的悲剧发生的原因，那时代的悲剧为什么发生？这个我今天没有时间讨论，所以他是悲观的，王国维是悲观的，是很多因素促成他的悲观。他说人间世事总无凭，但除却无凭两字。我们现在如果把王国维跟柳永做一个比较，我实在要说柳永的这前半首词写得比王国维好。王国维这个人的好处和缺点都在于他的思想性太多。人间世事总无凭，但除却无凭两字，是说一个道理，说一个哲理，说一个对人生的体验。柳永写得好，世风水翠见是冉冉物华休，唯有那长江水它无语动力，写得多么好，完全是景物，完全是形象，带着这么多的感叹，就是王国维的意思。但柳永说的是性向高远，是柳永，可是柳永，你就注意到柳永这个人就很妙了，就是所以一般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柳永这一方面的成就的原因，就因为柳永往往在秋世一感的性向高远的这样的风格以后，他马上接下来就写什么呢？他马上接下来就写的是男女的爱情的相思离别，所以大家就都只注意到他后半首所写的感情的事件的相思离别，而就忘记了他前半首的那个景物的性向的高远的风格。他说我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渺是归思难收，他念来踪迹也何事枯叶柳。所以他写的他自己的是男女的相思离别的悲哀，是写的他自己对于他嫁人妻子的怀念。他说我不忍登高临远，所以一方面是我落拓无成，年华老大，生命落空的悲哀，一方面是我为了跛脚的功名蝇头的利禄而奔波在羁旅的道途之上的悲哀。所以我不忍登高临远，登在高楼望到远方的这个山水，登高望远，望故乡渺渺，我的故乡这样遥远，是归思难收，我那种想要回去的那种思念，那种怀想，真是我难以收拾的，归思难收。他念来踪迹是何事枯叶柳，为什么一年多了我漂泊在外边，为什么何事枯叶柳，为什么我不能够回到我亲近所爱的家人的身边，想家人，想我的妻子，他在他梳妆的楼上无望，我们说无就是举手来望的意思，我想他在妆楼之上盼望我，是用几回天际是鬼咒。温庭筠词的说过境欠返皆不是，他在庄楼上盼着我坐船回来，每次看到天边一个船出现就希望船上有我，但是每一次船上都没有我，所以
错误了几回，是天帝是认辨那个归州，说是不是我回来，但是我没有回来，所以误几回，天帝是归州，他以为我为什么不思念家人，为什么不回来，是政治不好，他怎么知道我已览干处，今天对着笑笑的木鱼撒酱菜，是真认明眸，认识如此，我也是如此明眸望远的怀想家人。这是刘永他把秋氏的悲慨跟相思怀念的感情结合在一起了，这是刘永的拓展。